切我。肖志没有装也很帅啊。情报的男艺人之一，哪有？我当时101给我发好多101的表情包，不是那种搞笑的，是帅的。我当时，哇哦，王老师，这哎，就是你看这个表情不错，我可以推荐给你用，然后安利你一下。你把你自己的表情包推荐给我，对我们俩互相的一个互损的，肯定都不是对方，都不是对方好，就是帅的好看，肯定都是。然后删除的黑历史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肖老师。肖老师原来是这样的。哇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肖老师。肖老师很稚嫩的，这是。肖老师，超帅。这是我去年卖萌的，好萌哦，嘟嘟嘴。好，放松你，放松你，咱俩来聊天背景。大家是没有过去啊，咱们现在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好不好？好，王一博，好不好？好，王一博，好不好？不说话是吗？我沉浸在你的照片里了。哇，
气，这个表情，哼，不高兴，什么表情？生气，真的好难演。我有无限跳舞的时候，腰真细。赵老师他们的演技，我天，泪腺，这开关。虽然肖老师虽然是91年嘛，但是你看好年轻啊！当时没有妆也很帅啊！我觉得肖老师就是很皮很欠，就跟魏无羡很像。就肖老师笑容特别的甜，跟魏无羡更像。战哥，我的天，还要夸吗？太优秀了，你演技颜值，全都在线。非常敬业，天天请我喝水，各表演那三年。虽然91年，但是说到97年，肯定都有人信。王老师嘛，王老师就是成熟稳重。虽然97年的小朋友，但是就引起这种稳重的这种冷面的这一点。运动细胞发的滑板会滑，跳舞又跳得好，大摩托又骑得完美，很冷，高级。我真的觉得一博是挺好的一个男生。他比我小大概6岁吧哈，但是其实他挺成熟的，因为我们私下开玩笑，其实我都叫他前辈，因为他其实比我早接触到这个圈子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其实在交流。最让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他无论他出道了或者3年4年，但他现在还是像一个很天真，然后很好玩，很搞怪的一个小男生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很难得，很珍贵的东西。嗯，王一博有缺点吗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谢谢王老师。谢谢教授。谢谢王老师。电影游戏，电影游戏，然后他有时候会给我灌输一下他的大摩托，但是我，哎，你不是心动了吗？对，是不是有点心动？有一点。我就是想杀青之后回北京，有时间的话可能去试一下。交战说他有想骑，但我不知道真假的。哇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教他。这拉倒吧你！怎么不？你就会刚会滑，那你会落叶飘吗？对啊，说滑单板。对啊，最基本的就是落叶飘。啊，最你都说最基本了。对，可以。虽然我现在还不滑，但是摔跤不会被教训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但是摔跤不会被教训。但我经常看见他们在现场跳舞，他们就总在现场穿着魏无羡和老王姬的衣服在那跳。阿战就是教我，教我跳。然后一博就啊，那然后他把视频给一博看，说这段舞教我。然后一博看了一遍之后，就直接就扣下来了。一博今天跳了跳了。然后两个人就在远方在那跳舞，这个画面其实很奇怪。给你我的爱丝毫都不吝啬，做你每天的糖果，给你甜蜜的
样的姿势，衣钵有约，衣钵有约，这个好妖娆啊！告诉我你的故事。这肖战啊，对，是我，我已经很胖了，我大学大一的时候。看这是谁？没错，这就是蓝忘机吧？蓝忘机吧？蓝忘机什么？蓝忘，这是蓝忘机吧？傻。你们两个小学鸡，天真的天真的。蓝忘机什么？傻。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心房里。对，有，如果再次能够跟一些个别的演员单独遇见的话，也是很就是很开心，就只是打他，就不说话打他。你知道为什么一看上他们俩就开始疯狂打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很好的解释，就想打他。我们俩就爱打着玩，在剧组最欢乐的话就是打肖战。总是闭着耳朵，直到心房里。很爱吃的麻油蒜泥，对，正宗四川火锅是的。你是一直吃这个调料吗？因为以前看采访好像你吃麻酱的。对，开始是吃麻酱，后来在剧组认识了教了我这样吃，而且这样吃辣锅不是很辣。这是一个干油碟跟一个湿油碟，湿油碟其实是蚝油、芝麻油、蒜蓉。鸳鸯锅还是全辣？鸳鸯锅全辣。以前是全辣，现在是鸳鸯锅。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我想带艺人。我已经很多变故。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。就可能会就是可能就是天天出现在他周围吧，就是每天出现在他周围，然后可能就是好玩一点啊，然后就是那样，就我可能不会直接就表白，对，可能直接表白那种可能失败率会比较大，所以就是你得先就是玩在一块儿，然后之后那那个什么，来自一个28岁的人的一个给你们分享的一点啊。肯定完全不一样了，不管他有时候是吧，会熬一点，对，睡得晚一点，对，我睡得很晚。谁不洗衣服？他的衣服也自己洗啊。洗洗，就是洗衣机也是自己洗嘛，晾也是自己晾嘛，收也是自己收，叠也是自己叠。对对对。呀，一样。I'll never let you go.在王老师这怎么选啊，播不出去啊，路真的好，对啊，就你不经常说这个吗？视线对上以后，喜欢变得不可置否，确认激动以后，他的名字怎
喜欢是两手空空，是眼眶红红，是蠢蠢欲动，是来势汹汹，是似懂非懂。我不懂你说什么，反正不会松手。我对你走到自由，能不能不想退路？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个想约，就说一起滑雪。对你给的惊喜满心欢喜，可后来的爱情总是哇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交代。有时两位共同爱好有滑雪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起去滑过。对对对，滑雪再说嘛。所以我最近真的是想滑雪。滑雪就是想滑雪，其实也跟计划一年，比如说跟老公其实也有约，滑雪，滑雪。如果说冬天有时间，真的可以去滑一下雪。有时间的话，还挺想去再多滑一滑的。然后滑雪我也会滑，还有滑雪板，我要培养他什么时候滑雪滑板。就是希望。没有谁可以安排一下。交换一生，也许忘了第几梦。那些我们相信，觉得更多的是想不通。想这两天好好活着。人生中有很多遗憾，但是没有必要遗憾就遗憾过就好了。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，从那儿往上走，再回到那儿。也接受爱只是一件的孤独。你吓死我了，他在干嘛？他是怎么了？四个字成语吗？对啊，这是什么嘛？这是什么？天上的。那我给你画这个，你总看得懂了吧？月亮。对啊。这是什么嘛？醋。对啊。我在你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没关系，王一博，来日方长。也有仙鹤、乌鸦的，有啊，有我在人生不知处有鹤。哦，我没有看到鹤，我没有看到。不可能，你看到了。下雪的时候它在。下雪，我哪有下雪的戏啊？你在人生不知处，你刚醒来怎么没下雪啊？哦，知道，那个池塘里面是吧？对啊，对。你要放上来。我以为他没看呢。完美，当代男青年的典范。瞎胡吹。李总其实是个山东做副厂厂长。对。会有反应吗？大家看出来了吗？应该看不出来。机车店老板娘自拍。你
结果这一次跟王一博老师合作拍戏之后，我才发现王一博老师不仅跳舞好，演戏也特别棒。然后那个，因为《蓝忘机》的台词不是很多。小鸡，我可以这么喊，蓝忘机啊！如果以蓝忘机来说，他难道希望为无限画上吗？我现在以我来说，他的戏其实跟蓝忘机说自己对，说自己，我先说你。一博，你化妆了吗？嗯啊，哦，你是。我是蓝忘机剧组。因为蓝忘机。如果以蓝忘机来说，蓝忘机说自己对。我刚才在跟他说，我说就是他很认真啊，就是当然我也很认真啊，呵呵，没有，就是他就用嗓子，就是我刚刚跟他说，我说悠着点，就是把最好的状态留到晚上，我说悠着点。哎，你把我眼睛画大了，我眼睛没有很大。我看到有一些一起网上冲浪的小朋友说王老师的眼睛被勒得很紧，但是就是想把眼睛画大一点。但是其实现在好了，一开始是有一点紧，但是现在其实眼睛就好一些。其实本身眼睛没有那么大，我们都会被勒的有一点那个什么。就是我一 solo 的话 freestyle 就喜欢用膝盖。戴夫洗脚，谁戴夫洗脚？我不洗的，我戴夫洗。谁戴夫洗脚？我只要你。咱戴夫洗，戴夫洗。风雪成泥，平淡水泥。清贫也是你，龙角伞融化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 It's alright, cast to darkness, that's a suddenly be night. It's alright
just a part of life, including you and I. Hey, don'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do wild things. Follow the light, follow the light, follow the light. 弟弟爱你，简单明了。有多久没见你？我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，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我就猜到，我要是要求你啊，你知道我怕哪个吗？不用谢，开心就好啊。我真的觉得一博是挺好的一个男生，然后一个97年的小朋友，希望王一博长大了，就挺好的一个小朋友。然后作为一博的好朋友，一博呢就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。我是老王，我是老王。好姐姐哦，一博的那个歌单，我觉得老王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三哥，弟弟爱你。三哥，老翔，三哥跟我说了让我去看，因为陈情令喜欢上肖战，我就选了这一位，也是这样。三哥。住在你红的城市，现在不够红，就是战哥这样子。我结识了一个新的好朋友，后来在剧组认识一个朋友。三哥，你怎么了？短发被藏入卷毛压中，可托心怎样呵护为树，世俗立场抵我胸脯，未退半步。就目睹偏见宛若风尘草木，夏天吧，命运总把时代替罪羊放牧。夏天，直到沉默中，幸运，将所有元素，都吞咽作尖锐与骨，幸运。中目睹世间每条平凡道路，原来全无足够并肩的宽度。若
心早未卜，我坐望明途，伤口有蝴蝶飞出，我忽听清楚晚来的轻松， Love is harmless to creatures。